不是面膜控，就我睡觉前哦，不管任何类型的面膜我都敷。然后呢，早上一睡醒，我也不会洗脸，我就先敷一片面膜。我都会每天早上起来就敷一片，十分钟，十到十五分。敷完，所以敷完才洗脸上妆。不洗。哦，不洗吗？嗯。我不洗，你知道，胶原蛋白很重，不要洗掉。像我妈就会很好奇，她常会说我额头很亮。我妈一定是偷打什么雷射，没有跟她说。我说没有，就是真的早晚要敷脸，尤其是早上那个很重要。我妈刚开始觉得早上不洗脸就敷很脏，可是其实不会，因为譬如说像不织布的面膜，其实你敷完之后就擦一擦就好了，把脏东西擦一擦，这边擦掉就好了。